现在面对另外一个左打者松井秀喜的是三坏球没好球，这个球打得非常结实，中间方向，中外手向后退，出去了，越过了408英尺的全垒打墙，三分打点全垒打，使得洋基队在一局下半就取得了领先。 在球速上落后给松井，三坏球没好球，他不想保送，他投快速直球来挑战松井，而松井也得到了总教练 Joe Torre 的信任，给他一个 green light， 让他自由选择扑击，而不必要等待，结果一棒打出了中外野，越过了408英尺的全垒打墙，形成了三分打点全垒打，使得洋基队在一局下半取得领先。 现在 Posada 的右边方向滚地球，二垒手拦下来传一垒自杀出局，我这个出局已经稍微慢了一点，伤害已经造成了，一局下半松井秀喜的三分打点全垒打，使得洋基队现在取得了3-0的领先。